我是尼亚达，今年10岁。因为老师说伟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我决定开始写日记。手画一个心情，阮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，想要甲你斗阵，阮唱出的歌想要互你听。大人拢袂了解的梦，阮要你去看世界，啥人讲你无够美丽？是我想爱哈你，爱你爱的死心塌地，不理就不关心塌地，爱是什么？问我爱定该咖喱，就是咖喱去吃咖喱，我会这样回答你。回去睡觉吧。我康康怎么办？那你老实说，康康是怎么来的？是张长工他寄养在这边的了，因为他妈不准他养狗。他妈不准，你妈就准了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很无聊，非常难过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东心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其实。Thank you.
爸爸，你要走了吗？爸爸出任务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舍不得爸爸，要乖啊！好，虽然老爸的工作非常危险，又没有自由，但是为了保卫国家和这个地球，所以就算他必须牺牲陪我和老妈的时间，让我们一家人不能常常在一起，我还是觉得他非常的伟大。亚达，你知道每一个家庭成员呢都要尽自己的义务跟责任哦。嗯，我有啊，我有洗碗、洗衣服，还有整理自己的房间。我是说，康康，他如果要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，也要做点家事啊。你后悔了吗？也不是，我只是说我们家不能有这种寄生虫。嗯，康康他会看家，昨天晚上拔。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没有。那你要刚刚做什么？我朋友家的狗呢，会在楼下咬报纸上来给它的主人。我们家没订报纸。哦。那它会在我回家的时候咬拖鞋过来给我穿吗？应该可以吧，但是它把拖鞋咬给你的时候，拖鞋可能已经烂掉了。那很抱歉哦，我们家是不能养这种废物。哎，呦呦呦，康康要拖地啊！康康拖地，康康。哇！耶！你看他，他不是很会拖地。哇哦！咻！妈妈，这样没有很干净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那妈妈去医院看外公，你跟康康把家里清干净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哇！转，干净了。你亚达，干嘛？你亚达在干嘛？那个，我在为地球的未来做资源回收啊。什么资源回收啊？告诉你的，就是用这个啊，保特瓶换来的钱，然后再用钱去买棒球、手套跟煮棒球。煮棒球队哦，那很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因为我妈说，想要当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，就要把自己的手保持得干干净净的。张长公真丑，我没有让他参加棒球队，而且他拉的小提琴很难听，我看他的手最厉害的就只会挖鼻屎。对了，我要去练小提琴了。等一下，
我妈已经答应我可以养康康了，所以康康完全属于我们家的了。拜托，是我把康康寄放在你们家的哎。那你什么时候把阿里回去？等我当上知名的小提琴家之后。那时候应该世界末日。哎呦，不管啦，反正康康是我的，除非你用100万给我买。做梦！康康，快点咬他！康康，你看吧，康康都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。再见。康康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真令人无语。阿公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免叫阿嬷。阿嬷。嘿，乖孙嘞。啊，你可以尿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尿出来后，我就马上办出院。不要让那医生骗钱。哎，亚达，阿公阿妈在家里住几天，顺便照顾你哦。不过你的房间要给阿公住哦。啊，那我睡哪里？沙发。康康嘞？地上啊。哦，你的康康的哦，他好像小时候你养那只很乖的西洛，有没有？你是咧老顽童嘞？啊，西洛是狐狸狗啊，跟他长得一点都不像。哦。你跟他小杂毛嘞？阿明就很像 C 的，好不好？赶快赶快，你不买药了。我懒得理你啦，美满，你跟你爸讲 ，C 的是不是狐狸狗 ？C 的不是狐狸狗。哈哈，你看，你看，而且他们刚刚一点都不像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 ，C 的是杂种狗，而且他很不乖，他很剩，每次都强奸我的大腿，讨厌死了啦。阿明明看起来就跟 C 的一样，他不是一样白色的吗？阿伯，你是咧起欢笑，咱都跟你讲，西罗是狐狸狗，是没有听懂是不是？臭鱼郎啊！跟你说，他是杂种狗，不是狐狸狗，你才是臭鱼郎啊！你臭鱼郎啥物啦？还都变成西罗一模一样。没把你家己的狗啊，伊会认唔着哟。阿公尿壶了，阿公做的尿尿哦，有时候存心想给我做对，想尿也尿不出来，啊，有时候就想抓出来这样，所以吼要随时做准备。你还在存棒球基金呢？对啊。哦。想当年吼，阿公棒球打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哦打我去日本打，跟王建志同队的哦，哦。是因为我当时认识你阿妈，就没有过去。现在哦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不过哦，阿公投球很厉害哦。来，接着看，进入大叔的领头，好，接好。嘿，阿公你好厉害哦！好，来，再见，来，接好，嘿。这个如果您要也可以给你。不用，我真的不用，谢谢阿公。是你不要了，不要后悔哦。好好，出去去。啊？喊什么喊？阿公睡午觉啊！现在开始哦，这个房子是阿公的，出去。去了去了去了，阿公睡觉了。给你吃。米亚达，嗯，徐亚平，怎么是你？我刚搬来这里啊，以后我们俩是邻居哎。天哪，徐亚平竟然变成我的邻居，那以后我就不能穿着内裤在家里跑来跑去，而且还要常常拉上窗帘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有，我要回。我要赶快回家。拜拜，小心着凉。妈妈，康康是不是要吃狗罐头才会长大？
啊，人都吃不饱了，吃什么狗罐头？浪费。那康康要吃什么？吃我们吃剩的、啊。哎呀，达，跟你说，我昨天梦见你爸、欸。是梦见吗？嗯，在梦里面，我躺在床上睡觉，他把手伸过来摸我，感觉就好像12年前我们在爱河遇见的时候一样。爱河啊，爱河，我的锦绣前程何时才会出现？让人跪手，都还跪手啊！跟我公司走。嗯，二哥，做人不要太过分。哪位啊？放开那个男孩！梅兰姐，梅兰姐。美文姐，叫我明白就好。于是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而且还掉进了爱河。怎么跟老爸讲的不一样？你老爸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昨年了。什么昨年？你老师怎么教的？是去年，来跟我说一次。去年。嗯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感人？还好啦。总之。后来我们就开始交往了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喜欢吗？嗯，卖给你，还是不要好了，它看起来好贵哦。只要能让你开心，再昂贵都值得。小姐，我们要试这个。先生，您真是好眼光哎！看来我们店内这些 A Plus 货和山寨版，您一定都看不上眼喽。来吧，小姐。啊，刚刚好。嗯，没错，刚刚好。现在只要99,999元整。祝两位真爱999！为了回馈老客户啊，现在只要加1元即可获得真爱不怕酒酿红酒一瓶哦。你刚说了几个酒？哎，还是不要好了，看起来好老气哦。老气没关系，我卖给你。就没有送你翡翠戒指啊。对啊。嗯，他这个人啊，老是忘东忘西的，说话也不算。那我们家就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吗？
由啊。说什么？你呀、啊，你是妈妈最珍贵的宝贝呀。来亲一个。好值钱哦。这时，我强烈感觉到金钱的重要性。48块，谢谢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这只狗长得挺好的啊，它叫康康。康康哦，小朋友，我100块买你这只康康好不好啊？不要。130。不要。一句话，180。哎。比土鸡还贵了耶！这果摸起来挺结实的，吃起来应该很好吃。康康，快跑！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200块好不好？200块。康康，给你吃。康康。对不起哦，刚刚差点把你卖掉。不能再买热狗给你吃了哦，剩下的28块要存起来当棒球基金，知不知道？康康好像有一点听懂，变得有一点难过，无精打采。我觉得狗还是活泼一点比较好。哎呀，那个小狗好得意咧，中唔中意啊？啊，哦，佢好似中意你啊！中唔中意呢个时候养咧，又乖，公的还是母的？你是公的啦，公的便宜啦，母的咧贵啦。妈，系啦。妈，哎，边个嘅靓仔啊？啊，哎，边个靓仔啦？啊，哎，靓仔，你走你爸爸啦啊！哎，等我一下啦，啊，来，我带你去找爸爸了啊，等我啦，看狗了啊，啊。爸，我在这里啊。我现在不是你老爸啊，我在出任务，等一下总统会来。总统会来，那我要留下来看总统。不行啊，我不能回去，等下这边会发生枪战，好危险，而且情况可能会失控，赶回去，快。枪战？枪战啊。来了，快走！妈妈，哎，来了，抬下啦，啊，抬下唔使钱，来，好得意啦，哎，小姐，好得意，哎，来，抬下啦，哎，小哥，好得意，啊，康康你最厉害，老爸的工作真的太伟大。我想假如我也是总统保镖，身上有枪，全世界的人都不敢欺负我了。那如果有人刺杀总统，发生枪战的话，我就叫总统先溜，我留下来作战。可是如果对方竟敢用炸弹的话，那我就没办法啦。题目：闭嘴30年，出处：世界收起。1842年，法国的鲁尼恩鲁夫人，因为她对丈夫唠叨了几句，她丈夫就对她大声吼说：“闭嘴，不要讲话。”后来，夫人真的不开口讲话，
这三十年间，她的丈夫曾多次祈求她的老鼠，但都得不到她的回答，直到死去。阿公听了这个故事，好像非常感动。他沉思了很久，终于发表感想说：“你的妈当起来的夫人呢，吼，都赞了啦！”啊、哦，真是令人不信。米亚达还在玩？寒假功课写完了没啊？三天之后才开学。那你写了多少？好、哦，你一定一个字都还没写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不行哦，你要三天写三十天份的功课，你一定写不完的啦。哎呀，你很啰嗦哎，没看见我在忙哦。你凶什么凶啊？我只是好心啊。我要去写功课啦。其实我本来就打算晚上开始写寒假作业的，可是徐亚平这么啰嗦，让我们的心情很差，害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小娜，起床了。亲自登门拜访，真是不好意思哎、欸。哪里哪里，人家说啊，算计啊是无师傅，用行的丢啦。哦，尤其这一块、啊、作业都没写，你完蛋了你，你等着被老师罚、啊。但是啊，我就不用选了嘛。委员真会说话哎、欸。不过你说的也对。哎，这么说美满姐愿意出来当我的竞选干事喽？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不过、啊，不过什么？哎呦，委员你也知道吗？选举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不知道委员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公司的意外险啊？啊？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一定啊，再另外加保啊！而且我在这边承诺啊，如果我当选的话，这个全民健保这一块就交给你了。这么夸张啊？嗯。哇！那啥，我跟你说。要是你爸被别人杀死的话，你可以得到3000万哦！真的？爸。嗯。尼亚达说，如果你被别人杀死的话，我可以得到3000万呢。亚达，闭嘴。小孩子说他不懂事，不好意思啊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嘛。哎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哎，这次就一定要靠美满姐你了，好，麻烦麻烦。啊，买票！啊啊啊啊！您这个给谁来哩？嘘，可谁家的？检举我，我就没人知道啊。好、哦，帮助亲自买票，会感染伊那大事啊，你知无？不会啊，上次王大川选班长的时候，也有送每个人3包票面，我也没有把票投给王大川啊。丢啊！这不算买票，这样叫做表达心意。票投给谁呢？是靠自己的良心。妈，那我这样算没良心吗？你不要告诉王大川，你没有投票给他哈。我只有跟林真真和徐小平说，谁都不许说。哎呦呀，这是什么教育？好，我一定叫警察哦，把王大川的别给抓下去。阿公，你刚刚说抓王大伟就抓妈妈，抓王大川就抓我哎。嘿呀，没看过有人像你这样。一天到晚想要陷害自己家人，哎哎哎！你再不黑我，这叫乌嘴战术。嘿嘿，点点啦，点点啦。我是讲吼，咱若准把这笔钱吼，甲下落来吼，安尼咱家就有钱啊啦。哎呦，可怜哦，那这款老母心我比财个较乌啦。哎哎，你若安尼讲哈，是你讲吼，咱若准去甲买票，安尼咱就犯法啦。啊，即马咱若准买甲买票，安尼咱就无犯罪啊，敢毋是？妈，他
我嘛是欢欢哦。但你也无咧做官，无做官算什么贪污啦？安尼，咱家家是有做劫富济贫嘛吼？啊，甲迄个廖天丁同款啊。廖天丁是啥啦？廖天丁是义姐。义姐。嗯。她是女生咯。戆孙的啊！哎呦，你敢来听嘛知？义姐廖天丁，听嘛知是查甫的。那为什么要叫义姐？阿妈跟你讲吼，阿斗他吼有去劫富济贫的话，他就叫做义姐吼。他吼啊，如果没有劫富济贫的话吼，他就是二姐。你听我讲，哈，二姐还三姐嘞？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！你电视咧播歌戏咧播，你敢听无？一劫廖天丁，哦，好厉害！结果他们还是没有告诉我廖天丁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。不过，如果家里有多一点的钱，这样老妈就可以买很多炭回来煮，我就不用再吃泡面。真希望王大伟可以直接把那些钱给我们，可是这样好像又很没骨气。医药服务再给我一张。我也是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有人在破坏环境，我们在帮王大川他爸做宣传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帮忙？尼亚达，没想到你是一只政治动物。什么是政治动物？也是一种禽兽吗？大概是吧。像你这种美少女是绝对不会去做那种事的，休想我们帮你。美少女，少女，丑死了！我们走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我们要去徐亚平的新家写寒假作业。拜拜。你要答。我的寒假作业还没写完，我现在我也是张南公，明天会不会有台风啊？哎呦，笨蛋，现在才有台风啦！白痴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说起来没有算。为什么同样是女生却有那么大的差别呢？林真真这么体贴美丽善良，就像纯洁的天使，但徐亚平却可恶的像魔鬼一样，真令人不屑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所公布的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，日本人民的平均寿命是82岁，再次拿下了全世界最长寿国的地位。而分居23名的，则是位在北欧的挪威以及丹麦两国。台湾男人的平均寿命是71岁，而台湾女人的平均寿命是78岁。到底在这充满压力的时代中，你有3年可以活？别，搞起来，别生气了。哎呦，可怜哦，还饲到这颗戆嘟嘟。美满啊，我看哦，你老的时候，阿达没有办法养你哦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蛋白质的来源主要是胰脏。
你又怎么发现的、啊？上一次他在机场帮我鸽子就已经很过分了，结果今天我去找他，他居然……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认错人？你跟我拿钱去买机票，又让我在机场等了18个小时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人？而且，我们都已经在一起3个多月了，我怎么可能认错人 ？Peter， 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小姐。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可是我实在不是什么 Jason 啊。对啊，小姐，他不是 Jason， 他叫 Peter。而且如果他真的是你男朋友的话，你干嘛像个疯婆子一样守在楼下等他，而不直接上楼去找他呢？我不知道他家住几楼。你不知道他家住几楼啊？小姐，我看你真的是认错人了。Peter， 我们走。小姐，你脑子有洞啊！这话你也信？小心锁。前一天总是有点像噩梦一样，连赶作业小姑姑都跑来吵，我开始有点同情那个 Jason 还是 Peter 的，真想叫小姑姑闭嘴。好想哭开学就是新的一天，说不定我会跟林真真坐在一起，就算寒假作业还没写完，说不定大家刚好也会忘记打。就算冬天没有台风，说不定老师也会因为天气太冷感冒生病，就请假不来学校啦。亚当长大了，哇，亚当长得好
什么？哦，你穿胸罩。哦，西亚平穿胸罩哎。发生什么事？老师李厚福跟大家说，徐亚平他穿胸罩，不准笑，通通不准笑。李厚福，女生不穿胸罩，难道是给男生穿的吗？你下次再敢取笑女生，我罚你做一整学期的值日生哦。去跟徐亚平说对不起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把你们寒假作业交到讲台上。我弄到了。没有写的人自己站起来。真的。我们因为没写作业，被老师罚蛙跳。张长弓和王大川边跳边推来推去，结果王大川把张长弓的屁股推去撞仙人掌，张长弓的屁股上被刺了好几根仙人掌，连保健室的护士小姐也忍不住的一直笑。张长弓气得说，他要叫他爸妈不要投给王大伟一票。亚平，你也不用太在意啊，因为呢，我妈有穿胸罩。闭嘴！你若不摘掉吼，你就拢卖等。你也好，拢要等人等的。哎，你们吵了一辈子，干脆离婚算了啦。学校收了一个转学生，听说他爸爸是杀人犯，被关进监牢里。你看你两个眼圈黑得跟团团圆圆似的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人吗？给我十块钱。为什么？保护费。这是校园暴力。亚平小心！我是孔蒂尼亚达，我要变有钱人。是。